TVB 艺员细龙太陈伟琪上个礼拜涉嫌醉驾被捕，呢日佢首度现身翻 TVB 复工拍剧，拍完自己嘅戏份之后就会见传媒。不过 Vicky 嘅心情就依然好沉重，提起醉驾事件仲忍唔住爆喊啊！自己真系做错咗，咁都真系好对唔住我所有影响过嘅人。其实我因为真系实质嘅嘢，我就不便透露啦，因为进入紧司法嘅程序。但是我是做了一个很愚蠢的决定，这个决定真的影响到我家人、公司、还有剧组的形象，所以在这里真想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那怕不怕这次的事会影响到接下来的工作呢？我很多谢珍姐，很多谢监制，她给多次机会我，暂时未受影响。接下来接住落嚟嘅工作，我都会努力咁去面对，希望做好每一个角色，亦都尽量带多啲正能量，透过而家剧组带多啲正能量俾大家。其实我担心我自己真系影响到大家，我知道，所以我亦都而家只可以讲 sorry。Vicky 仲话之后会打算戒酒添啊，其实都有谂紧系。喝了酒就绝对不可以驾车，这个是我一定会遵守的。